沈大小姐，踏出这个房间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姐姐了。姐姐，我姐姐在哪儿？你看见什么画什么，画完我就告诉你姐姐在哪。 最近的香粉味道很特别啊！喜欢吗？欲罢不能。什么人？野猫而已。无论如何，明日我都要去退了我与萧寒生的婚事。退婚？ 萧寒生啊，他可是镇国公唯一的儿子，圣上亲封的福远将军，而且这事儿还是你爹亲自求的。他是福远将军，你是宁王，是圣上的皇子。那你准备用什么理由退婚啊？你难不成要直接告诉圣上，堂堂相国之女沈庆，与萧寒生已有婚约之际，还不耻于本王？ 行苟且之事吗？可我不爱他。你若是真爱我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就好好去嫁给萧寒生。日后，他若是能为我所用，我自然有办法把你要回来。但若是不能，待你有一天变成小寡妇。 就能名正言顺的来我府里了。我有了身孕，你我又不是第一天相识，鱼水之欢的事情，一年之内有多少我连脸都记不住的女人跟我说同样的话？好好嫁给萧寒生，好好做你的将军夫人，帮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 沈小姐，沈小姐，沈小姐。
你放心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沈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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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想不开啊！沈小姐，沈小姐。情人之